早上好啊，我们今天已经是中午12点，我早上起来又拍了一个假期的穿搭视频，不知道是哪个先发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又来了这个火神公园，是的，我们去看那个关心吗？然后那个 James 科研人员跟我们讲说，这边有一个 lover 是正在活动的，而且可以看到喷涌的岩浆。虽然我们看攻略说是晚上去比较好看，看得到一点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要去的西边嘛，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准备过来看看，白天也能稍微瞥见一点。有点违和，你感觉像去采野果。这有个超大的裂痕，昨天听那个 James 说，他之前有个导游朋友这里突然爆发了裂缝，里面所有的有毒气体全部都喷出来了，那个导游把所有游客冲出来了，但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嘛，就没有足够的防护工具，就比如防毒面具之类的，然后就被毒气给困在里面了。 Pass away sad story， 就说这里还蛮危险的，其实这真的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看到一堆烟， sad。 好吧，那前面也不让走了呀，男明星都是这样被偷拍的，镜头也太大了吧。 Hello， 我们现在就往西边去开啦，今晚就住在西边了。然后我们这边开过去，不知道赶不赶得上，这边据说很好吃一家餐厅，这边餐厅都关得太早了，我们过去才3点半，他们可能就快关门了。我们来买这家店开了2个小时车，人家宝宝最喜欢吃一家店，来吃一下。没加什么，还好在这边。我想吃那个 fork chicken 红烧肉，这个是吧？它这里有呢，在那里。就可以选一个小菜，然后选一个菜。我们点了一个这个，点了一个这个。这家店就是看小红书各种推荐都说巨好吃，然后我们第一天来不是还没有开门吗？ Cool， 叫 Broken Demos Glassy 的，这个牌子居然还卖自己的衣服。等等等一等，它叫只能 take out。这个你可以先尝一下，是冰的，趁早趁机吃。这个应该是那个派，给你们看，这个派超级无敌大，哦，它粘在上面了，你看宝宝，哇，真的是这么大坨冰淇淋给我，哇。嗯，好好吃啊！它下面是花生粉，就是冰淇淋蘸花生粉，爆炸的蛋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已经入住酒店了。哇，你看背后就是这样的海滩，我觉得景观还可以。在阳台上这边来吃饭，结果就刚刚那个已经化掉的冰淇淋。哇，你看那个炸鸡有多狂野，是不是很好吃？嗯。然后我还要那个紫薯沙拉，一个泡菜，这牛肉也忒大了。嗯，那紫薯超级好吃。这炸鸡好大一块，你这炸鸡巨好吃，它里面是有 sauce 的，非常的香，炸鸡好好吃啊！我现在在酒店，准备去酒店的海滩玩啦，拿下手机，然后就去海滩了。感觉像是参加晚会去了你，我觉得是你的跟班羊。好小一个沙滩啊！对，什么？洗脚的。哦。你回家就该把脚洗干净回去了。毫不夸张，我第一次这样亲的，我头发有点凉。凉吗？对对对，你觉得还好。你觉得凉吗？还好。我觉得好凉。还好吧。哇，挺好看的。跟你们讲，刚刚吓死我了。我们刚刚去海边玩嘛，我准备下海去躺一躺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我的手机不见了，我把放在小包包里面，整个人就是昏天黑地的，六神无措。然后我们家宝宝超级厉害，他就带着我一遍一遍走啊找啊找，然后用那个放在 iPhone， 我们真不夸张，找了一个小时都没找到，我当时就绝望了。设备真的还好，但是照片对我来说太重要，不见了怎么办？但最后我们找到，就是因为我们家宝宝找了那个前台，然后找了 security 去调监控，就能捡到放在那个海边的一个 seaside bar 里面，然后就That's 真的 save my life。 找到那一刻我整个人就是激动快哭出来了，就 my life come back。 最感谢的呢当然是我们家宝宝，就这位，哎，看看这个正在帮我设置手机的人啊，呵呵，他真的是个小天使啊。我老公真的脾气超好，反正耐心也超好，就一遍遍陪我找，就暴躁了，他脾气超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海边喝喝小酒吹吹风啦，又可以去继续玩起来了。就这一段本来想去拍日落拍过的这一段没了。嗯，还不错。我们现在到楼下这个海边的酒吧来收一收，吹吹海风，开心。哇，晚上这边真的好舒服啊，温度刚刚好，也不闷热，也不潮湿。
我说安娜就啊你好。唱唱你好之歌吗？这个岛还有岛歌吗？你好岛，你好。我们晚上出来逛一逛，看完这里晚上有什么东西。我们感觉我们俩终于回到了城市生活，之前一直在乡村里面晃着。你看这个小的酒超可爱，这种就是哈巴伊的特色，那咖啡。跟泰国比就是一个天一个地，晚上这里没有什么社交活动。给你们看，这他们最繁华的商业区，现在7:26就已经 Everything's cost crazy right， 这是一种我不想赚钱的态度。你看这里的店也都关了，我想找一个买指甲刀的地方都找不到。买房吗？ Surprise 35-37万，哇，比湾区便宜好多呀。来一个湾区，这边房价真的比湾区便宜好多啊。世界上比湾区贵的房价哪？北京、深圳有吗？我们来买一家咖啡，看有什么。Can I get an Americano？ 这上面那个布袋子好酷啊，那是装什么咖啡的袋子吗？咖啡豆的袋子。我一直想喝下这边就是夏威夷的咖啡，听说很好喝。黑咖啡 ，so get it。好多人在这里买首饰哦。我觉得那家店生意好，原因不是因为它有多好，是因为这里就他一个人开门。你要走了，我们就往回走。走吧。希望明天酒店有按摩。会的，会有的。Oh my god, let me get on that screen. 目前就是没有软件。还想玩吗？再玩一把。腿都酸掉了，然后我们准备收拾东西，因为明天要坐飞机去另外一个岛，然后就要收拾东西洗洗睡了。